其实两个人的戏其实是很难演的，因为观众就专注在你们两个，但我没有看到你们是很爱，这个是重点，因为你这个是爱情片，还有是离别的了。对。其实你们两个都非常的纠结啊，心疼啊，很复杂的心情，但我没有看到你们。小婷是，可能是我个人的要求，我觉得你哭的时候好像笑。啊，是这个怎么办啊？你要练习。就是我一咧嘴，我嘴角就往上，我也觉得我哭像笑。刚才就跳戏，你在旁边那边，本来都已经很伤心的感觉，但是你要一哭，我就就觉得你好像很开心的这样。好。你看着镜子，去找自己最适合的那个，所有的表情都是肌肉去控制的，你要控制到每个肌肉都听你的话。好，其实我妈妈是雅芝老师的超级粉丝，当然我也是。然后我带来了老师当时拍这个戏的一些剧照。啊，是是是，替我谢谢他。有很多事情是环境造成的，可是有的人呢，你只要看他一眼，就已经够了。演员呢，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吧，会被一些他拍过的戏的角色套以了光环。我非常感恩，因为演过这部《上海滩》，冯程程可以被大家认识。但是呢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因为拍一部戏，你想想有是多少人的付出，别说是合演的演员吧。就是现场，你看整个制作班底，他们付出多少多少，但记住的可能就是主角那几位，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跟我以前一起合作拍那么多好剧的一些好同事、好工作人员，非常非常感恩，非常很多回忆 其实我也有一些关于当年的资料。我也给大家看看嘛，那个是我那个时候我家里人，我可能我父母留下来了，是你的照片啊，哇！冯程程，对，因为那个照片是一个泰国的娱乐杂志的封面啊，你看那个戏，当年真的是风靡整个东南亚。因为《上海滩》这部剧呢，除了电视剧受欢迎以外呢，它的主题曲全世界的华人都喜欢。到现在还是那么流行。那《上海滩》里边呢，有两句歌词，就说浪奔浪流，那时候因为我们拍这个戏是在香港，那没有机会真的去上海拍。我印象中上海滩就是哇，那个浪啊，哇，就是，哦，真的以为很大浪。对对对，很汹涌的。结果我真的到了上海那时候，我走去那个江边一看，我看见那个江面呢是非常平静，一点浪都没有的。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赞助，胡姬花只做花生油。本节目由上汽大众豪华旗舰 SUV 全新途昂 X 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。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。现在该问问我们几位监制老师了，他们手上可是有红白卡的。小婷，我觉得单这一个剧，我觉得你让我给你一个红卡，我挺满意你的表现，别骄傲啊。就很开心啊。当然，就是这个对我来说，其实也是一个鼓励。我觉得也不是肯定，因为我觉得这次的呈现可以更好吧，所以就希望说后面可以跟他学习更多东西。晚上你来，我，对，
因为对没有演过戏的你呀、啊，我觉得应该鼓励鼓励一下，因为如果我是第一次演戏，可以演到好像你刚才的这样，已经很厉害了，继续努力。我就还很开心，我希望下个阶段我会更对无限超越班有信心。我们最后的一场演出结束了，那第一环节的八个作品全部结束，大家可以好好休息，迎接下一赛段的考试。哎，谢谢。第一轮完了，先跟大哥喝一杯。谢谢，感谢他，谢谢。你们看看这个菜，港式。港式是吧？港式啊。嗯。好像是你某个戏里面的城市，是醉拳里面的菜单吧？好像是。哎，醉拳只有这个哦，醉拳只有这个，只有烧鹅。烧鹅有徐福山。我想问一下，反正都是醉拳的菜嘛，那拍醉拳的时候大哥有什么难忘的回忆？醉拳，我想想啊，当我跟袁和平坐在喜来登那个餐厅讲明天要拍什么，有什么好拍的，怎么到他去走了，我一个人上顶楼健身房的一个小房间，大概很小，大概真的是就这样，都是镜子，一个人。从蛇形刁手开始，那蛇形刁手怎么打呢？我自己在摆，哎，这个是蛇，这个是蛇尾，这个蛇嘴，哎，这个可以当蛇的舌头。哦，所以我就好奇，因为你那么厉害了，还有老师教你吗？没有啊，都是自己研究。哎呀，每天呢，一醉的时候呢，要化红妆。大热天呢，你一化红妆一打，那个白的汗全部是红的，一条一条。老是换，怎么办呢？真喝酒吗？啊，那个是醉拳二，我就真喝酒了。醉拳一，你要打，我就是我刚刚教你们那些，就这样了。哦，让充血是吗？充血。每一个镜头啊，准备拍了，先给你套招，叭叭叭叭叭啊，可以了，站好，来。啊！真的红了啊！哇，每一个镜头啊，每一个镜头如此啊！看，再来一遍。他们就是看，我就这样子，你就不用啊，不要画，自己去研究这种东西。你现在没关系了，哎，特技把它弄调色调掉了。还有一次，我空中一转身，这个头就是嘣。这边爆了，整个脸花掉。那怎么继续拍？爷爷，送医院了。送医院，你知道我怕打针，我怎么都不打。他怕打针。